看一下组合球。好的，这球也能传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起点体育。这是2022年的北爱尔兰公开赛第一轮，中国德比，赵新彤对阵吕浩天。刚才这一杆没有打进，给到赵新彤上手机会，但是现在球形不好，下方底库有三颗红球贴库，这种局面想要单杆制胜非常非常难。好的，架杆准度可以。现在到了最关键时刻，这一杆要不要带一下下方的三颗红球？还是单叫？这是要打组合球吗？右侧底带红球肯定是不好打。还真的是在打组合球，看一下这一杆。好的，非常漂亮。这一杆打进非常的提士气。还是准，赵新彤现在这个准度发挥的还是比较稳定。这是要做一杆还是强拼黑球的右侧中带？按照赵新彤的性格，这一杆肯定要打。漂亮，真准。这是随缘走位，本意应该是打咖啡球的左侧顶带。我们现在算下分数，打进咖啡球之后是领先了13分，所以说只要打进篮球就能够超分。这是加了反赛啊，最终本场比赛第一局赵新彤成功拿下，比分来到1-0。